没看错的话，这猴子是不是变多了？啊，让我击杀一只猴，没想到一个猴变出了千千万万只猴。好家伙，这哪是王者峡谷，这分明就是猴子的花果山。想要大闹花果山，你就要从猴群当中找出那只唯一的真猴。经过鸟和多如的试探，发现真猴和假猴有明显的区分。首先，假猴操作上比较呆，没有真猴灵活。其次，就是假猴的血槽非常的厚，技能打上去完全打不动。只要我们能快速的找准真猴的位置，一套技能就能成功击杀。知道玩法以后，我们再去挑战就非常简单了。注意下面这只猴的血量，这个很明显就是我们要找的真猴。一个回头望月，压低血量，猴子大军来了。这个时候千万别回头硬上，等假猴原地发力的时候，回头就是一个万马奔腾。 OK， 真猴已经被我们吓跑了，直接去上路找那只败血的真猴，回头一个死亡一刀斩，直接拿下。23秒通关，不服来战。